客气气，大叔姐，看我打死你！你快走啊！居然跟蟑螂称兄道弟，我腻歪了你！你赶紧做个病毒筛查，不然晚饭就别吃了。大惊小怪的，蟑螂可是我的好兄弟。咦呀，嘿 ，CT 检查，好高级呀、啊！脑部含水量异常，疑似感染蟑螂病毒。啊，怎么？快打一针就好了。啊，我不要打针，快跑快跑！你过一下呗。嘿，来了，走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啊，到了。小羊们，该你们出动了。这小羊怎么还不动？哎呀，我踢！嘿，出来啦！再不讲究卫生，你看看。我就不来了。